我们不可以收这些小朋友的。不用了，我们的会分了。Hey, what's up, y'all? Welcome back to the channel. As you can see, today I'm at work, and today I'm going to be taking my second grade students out on the town to look for a job. And if they don't earn enough money to eat lunch, guess what? They just gonna be hungry. I'm gonna eat. I got a job. Let's see what happens.你买咖啡给我，我不要。哎呀，我不给你买咖啡，为什么？好吧，可以吗？咖啡在下面。下，周三十六点。啊？啊！我先等一下，下面。就是我们可以那个帮你扫扫地、擦一下什么东西的。嗯，都不用了。小朋友。对。哎，你们，招人，其实我们班的人很厉害，小朋友吗？为什么？小朋友，我们学校安排的。他们今天如果不会上班的，每天不能吃饭，所以他们问你能不能帮你桌子要弄好了，锤子刷地什么都可以的。啊，我们不可以收这些小朋友的，不好意思。好，好好。是学校安排的。没事，妹妹。去哪？啊，这是老板是不是？我们可以帮你们扫扫地、擦一下什么东西的都可以。擦桌子什么都可以的。行吧。好，你问上。擦什么人？我们是帮你们扫扫地的，擦擦地的。那么小不小？他们今天，对，哦，这样子啊。对，他们俩刷地、擦桌子什么都可以的。等一下，我跟我们老总商量一下先，好吗？好，好，谢谢。你们过来，稍等。你们过来听我说。如果你们随便问一下，他们不会给你。如果你给他们说，啊，我们肚子好饿，我们要吃饭，可是没钱，我们能不能帮你？如果我们帮你擦桌子或者刷地，你给我一块钱、五块钱，什么都可以的。你给他们说，应该他们会帮你的。如果你们上去说，啊，给我刷地，他们说不行。没有钱吃饭，没有钱吃饭的。老师安老师说，我们要一人承受生产挑战。对。哦，那我们这里说真的，我们劳动局规定不能请童工的。如果我们给了钱，我们就请童工了，那我们犯法的哦。犯法我们要被抓的哦。不好意思哦。我们学校开了一个一人才是节日，
那你们招不招童工？我们不招童工。哎呀，你先变成他。他们今天没请吃饭，他们问你能不能帮你弄好了，刷地、擦桌子。你喝着可以搬进来的，随便的。能不能？在吗？店长不在。哦。店长不在。店长不在。哦，我是学校里的生活的小孩子，这个赚钱的心思。他中国的还来的呀？啊？他中国还过来？哦，好吧。好，谢谢，不好意思，谢谢。啊，你们哈。来来，没事，我们去其他地方问一下。来来，想问可以大胆提问。打扫消费者。欢迎过来。不用了，我们的卫生晚上好的，白天不用搞。好，谢谢哈。真的吗？还吃顿大餐。哇！对，为什么要免费的？我们要给钱的。免请我们的。哇！免费大餐，我们帮他们搞了一个工作，他并且给我们了钱，我们又是他有钱又有大餐吃。我们要给钱，我们吃垃圾，我们没钱不够。你们吃垃圾？我们赚到了，好像赚到了200多吧。我吃8块钱的面条的。不好吃的，我们吃的又饱又好吃。不，我们的钱不够。别人还送了7个卤蛋。哇塞！别人送了7个卤蛋。你们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还送了四碗面。四碗面。我今天吃8块钱的面条了，是不好吃的。我什么都没有。那个四碗汤是配面的。不要动这个啊！你有没有女朋友啊？为什么问我？你有没有女朋友啊？你中午吃什么？你在外国有没有女朋友？肯定是我汉堡。你们有那么多钱会吃汉堡吗？对呀、100。为什么没请我吃？哈哈，因为我吃7块钱的面条的，不好吃的。我们这肯定是我汉堡就。哇塞！有薯条，有汉堡，有鸡翅，有薯条，有可乐，还有鸡柳，对，还有鸡柳。有。其实的话，
哎，你们去哪儿？在这儿。那位他，他，声音说大一点。我们需要怎么做嘞？你说大一点，他听不见。他没懂你们的。他们今天每天要吃饭，他们问一下能不能帮你开门，能不能擦桌子或者刷地，什么都可以的，给一块钱的，说一遍的。你们是什么？校服的。哦，学校的吗？对，我们是美校学校。要多久嘞？随便，你觉得可以的。他们能不能帮你擦桌子或者刷地？什么都可以的。可以。啊，你们啊，听，这是你们的老板，你们听一下，他叫你做什么，你做。过来。对，这是你的老板，你要听他说。他。随便。会不会脏的？没事啊。你们的，你看他的意思都是出来的，你帮他弄好。帮他帮你擦桌子。问一下有没有抹布，你帮他擦桌子。没事，可以，啊，谢谢，谢谢啊！你看他们刚刚给我们签，你们说什么？谢谢。哎呀，要哪种款？细的，我也是宽的。也是六十分款啊？我要六十分款。你怎么是三加二呀？这是什么？我要鸡腿，我要六十分。你也六十分款？一个上，你先回去。啊，然后你要报菜，怕连老师也给你报菜。老师，我吃完了，只剩这么多了。那么快？对呀，我的面都没拉，怎么拉？可以买货啊？可以吗？行，老板。The kids was wore out too. My battery died. I had to wait till I get home to charge the battery to finish filming. But yeah, it was a long, tough day. The kids had a tough day, but I was proud of them. They made enough money to pay for their own lunch. And they even paid for mine. So they made about 120 RMB, which is like, I don't know, about $20, something like that. So okay, they bought their own lunch. And I got my belly full too. So don't forget to like, comment, subscribe, all that good stuff. Watch this video here because YouTube says that's the one you should watch next. And let's get some likes on this video so I can show the kids how popular they are. And I'll see y'all on the next one. Take care.